现在所在地是环球影城，好莱坞的环球影城。因为美国的环球影城有两个，一个在好莱坞，另外一个在 Orlando。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大门口这边，那后面你看到这个呢就是卖那个卡通的店，然后呢后面呢这个就叫做纽约街。它那个环球影城因为是电影城，所以它有很多的那个不同的电影的街景，比如说在我们后面呢就是 New York Brooklyn， 就是很有名的纽约伯克林街。那后面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卡通人物，那他们就在街上面等你来，欢迎来环球影城。那你现在看到呢就是环球影城的它的那个卡，上面呢写环球 Universal， 就是环球的意思。环球影城就是因为好莱坞是那个世界的电影城，所以这里就是环球影城。那在这里面呢你可以买票，你可以买那个年票，年票就是说你一年呢都可以来，就在这边买。